讲下一个话题啦。咁啊，下一个话题咧，就又有多几个老嘢死咗喺打针喎，系。咁啊，我觉得系啊，前面未加字落去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可能我唔记得咗。咁啊，主要就系嚟睇下呢个新闻啦。再有三人接种新冠疫苗两个月内死亡，咁呢个咧系东方今日嘅，系东方上个礼拜啊，再有三人啊嘛，咁即系原来已经有三个啊嘛，东方卖过噶，原来有三个，琴日已经见到噶啦，捞讲咗嘅，系一周三宗，一个礼拜三单啊，呢啲就系保即系三月二月头噶嘛。唔系，一月头系咁叫人打针噶嘛，系一月头系咁叫人打针噶嘛，即系咧，三号之后谷针咁开始，就系呢一个月里面发生嘅事。咁开头本月上半旬系好多无线日日喺度放广告添啦，系咪先？咁咧就啲阿婆啊、老老懵咗嗰啲喺度嗌啊，白晒头嗰啲，九啊几岁个样，咁咧就话打针好，我哋打咗针安心啊，咁就死咗三个。一周三宗，长者离世前14日曾经打有打针个案，冇证据，因为疫苗引起。你找一单有证据佢都冇，但系佢就系嗰14日之前14日打咗针死咗啦。系，咁你可以列啲数据嘅，每个礼拜都有10-20个老嘢死噶啦。我哋香港系老嘢之都嚟噶嘛，哇啫，咁嗰10-20个。咁呢啲叫 association 啊嘛，喺统计里面系咪大概有个名称啊？啊 probability 啊嘛，嗰啲咁嘢个机会率系高咗噶嘛？打个针，你亦都唔能够排除话你打个针刺激咗佢某啲嘢，令到佢加速其他病，咁系因为其他病而死，因为心脏停顿死咗。好啦，咁咧就基本上咧，你睇呢样嘢咧，就突然间今朝睇到咧，我都吓一惊啊！最高法院。国会咁原来讲美国咧，即系拜登咧吓，又冇嘢好做啦，又系俾啲药厂利益控制住啦。咁你已经与病毒并存啦，就监嗰啲大企业要强制疫苗咯，吓、啊、大企业。咁香港监咗啦，系咪？地铁啦、啊、教育机构啊，乜柒都唔系，点会有90-80%打针记录啫？我所以香港嘅英雄就系我哋啲老嘢，唔捻打就唔捻打。我唔使翻工，你吹我唔捻着。如果自由选择啊，香港嘅情况啊，最多30-40%人肯打嘅啫，咁冇嘢嘅。你话咁啊死啊，咁啊扑街啦！香港我哋已经爆捻晒啦，死好多人啦。我话呢啲专家，呢啲张竹君啊，呢啲啊袁国勇啊、许树辉啊，呢出嚟就话咁，我哋已经扑咗街噶啦。咁你发觉呢个喺逻辑里边咧系不能成立，因为冇发生过嘛，系咪？我哋如果有得拣，试过。咁以前咪咁咯，以前乜柒嘢流感、猪流感嗰阵、禽流感边有打针，或者有流针、猪流感嗰阵有针打噶，你知唔知啊？个推销员啊、消药员啊，嗰、那个叫做曾荫权嗰个消药员啊，自己带头打噶嘛，跟住某间酒店有禽流感出现，就封间酒店。记唔记得咁嘅事啊？10-多年前嘅事，系因为嗰阵沙士之后，突然间又有。禽流感、豬流感嚟啦，咁樣突然間就話叫打針啊，疫苗打針。美國爆撈緊要嘅，歐洲都爆撈緊要啊。歐洲準備強制疫苗打豬流感針嘅，點不知打當普遍咁打，就發覺啲細路全部瞓覺，有啲咁嘅事嘅喎。咁我都聽過有人講話，即係嗱個別啦，大家唔知有冇啦，即係打咗科興啊，會放蚊啊，佢話喺度放蚊，佢話瞓覺想瞓覺，佢平日冇噶嘛。即係嗰啲基層員工啦，大佬做嘢眉精眼企噶嘛，佢竟然企喺度，冇我魚瞓到瞓鬼咗，即係話就係佢打咗科興有啲咁嘅現象喎。咁當然唔係常年係咁啊，打到第二針有啲咁嘅現象。咁大家可以集合埋呢啲感覺啦，係即係你哋自己側邊都係一種田野調查。你唔好信專家，點解你唔信啊？你側邊嗰啲阿叔阿嬸同你 friend 嘅，佢唔會呃你啊，專家會呃你啊嘛。佢除非佢呃你嘛，佢背后有堆嘢噶嘛，有堆医疗霸权噶嘛，吓、啊、袁国勇又想做屌你卫福局长噶嘛，你估佢好佢梗系唔认啦，系咪先？啊，背后有冇收红包啊？嗰啲你睇下，伟大嘅钟南山原来就收红包，帮人哋检测啦，叫
啊，金陵药业吓，屌嗱，你谂到全世界都明，屌不过你故意唔听唔理啫，咁你唔好信呢啲专家，你信下侧边嗰啲打咗针嗰啲，我连呢啲我都观察埋嘅，即系所有嘢你都应该考虑，系咪？专家你咪听下咯，但系你唔好崇拜佢。我成日讲，噏咗咁捻多年，我话你唔好崇拜啲医生，唔好崇拜啲律师，唔捻好崇拜嗰啲议员、民主派嗰啲。佢哋都係揾兩餐嘅啫，個人利益可能影響咗佢噶嘛。仲有唔好崇拜啲 KOL， 崇拜嗰啲係有名氣嗰啲 KOL， 揾到盤滿滿雞咁腳走咗，講到大仁大義係嘛？一有事走先，你崇拜佢，以為佢喂會下留喺度做明燈帶領啊？直情係啊，成日喺度鬧啲民主派幾窩幾窩，民主派走咗啦，瓜咗啦，你企席啦嚇，你帶隊啦咁。我而家有呢個 feel 噶喎，係咪先？而家我指導江山，我仲留喺香港。我有權指導啊！你去撚咗美國，去撚咗台灣，你指導咩啫？你崇拜佢，結果佢咪呃鳩你咯？佢貪你崇拜佢，容易聽佢講啊嘛，係咪？得閒冇事收咗紅包咪做啊，幫人做下政治宣傳咯。好多 KOL 係咁噶，你細心啲諗啊，點解佢講嘢前言不對後語？以前好似有個立場咁嘅咧，親近每一派啊。我哋其實你唔當然啦，除非你話我係中意聽。法輪功嘅，我喺中意聽法輪功，一定要高。咁你另第一，如果我唔係，我只係想唔同意見，咁你就細心啲諗啊。好多 KOL 其實係有個框喺度嘅，佢當然佢識講嘢啦，係咪先？唔係佢都唔會成為名人，係咪？好，確診個案，尋日嘅事啊，107宗，咁咧本地個案100宗，7宗輸入。咁啊，至於呢、這個。500宗就同呢個葵涌村相關，係累計村內330多宗，大約係咁啦。而家咧就5波疫情咧就37處強檢，已經立立亂噶啦。咁我又覺得最好係亂啲添啦，一亂都啊屌！鑽石山、荷里活廣場、中環 IFC 2期30樓、IFC 2棟，點解唔2棟都檢鳩嘅？咁咧新界南區呢個警察總部。鼓掌鼓掌！咁少嘅警察总部冇理由嘅，马鞍山啊，乜县乜县好几个，咁咧就好多地方强检啦。咁啊，强检系大生意嚟噶嘛，系嘛？有理冇理 set up 啲嘢喺侧边检啦检啦咁样。咁啊，终于开始派嘢俾人哋，你觉得有问题检检佢啦。你出边即系，其实咁咪最好咯，搞乜捻嘢强检啫？系咪先？强检又 set up 啲人，跟住又话，琴日都讲啦，叫啲纪律部队。啊！农历新年准备是钉拜喎，围封喎，大家唔好出街，真系唔好出街，唔好益嗰啲契弟。屌嚟后尾4000蚊人啦，400几蚊个钟。屌你攞嚟关照下嗰啲失业嗰啲人啦，你个冚家铲系咪先？即系我哋讲公道啫，冇嘢。佢啲钱啲阴质钱，我唔要噶啦，系我唔会走去，我亦都冇资格系咪先？纪律部队嗰啲肚满肠肥，个个三高，唔好出嚟做呢啲工添啊！有时啲报应就种喺呢啲环境啊，容易死啊！啊！你走去围人哋强检，系好啦，成好啦。咁啊，依家个情势就咁啦。咁咧，香港个成个大势咧，我哋都好肯定噶啦。其实一定系会进入呢个动态清零，就与病毒共存。你觉得你估到个其实个成个 approach 咁，即系佢又唔会学西方咁。咁你反正你做咗呢个与病毒共存啊嘛，咁咪你共存一阵先咯。咁我哋拖迟1.5个月，可能都着数咗好多。即系你话死人已经好少啦，但系你起码冇咁多社会恐慌，系咪？唔使话呢度检嗰度检，而家继续呢度检嗰度检咧，其实都你见到放远咗噶啦。开头好紧张啊，乜嘢都检。咁亦都见到啦，基本上一单因为咁重症都冇。一單重症都冇，唔好意思 ，Omicron 呢個月嚟重症意思，我當佢要入 ICU 啦，或者佢唔去醫院隔離唔得啦，係都唔多，係可能係隔離咗，然後等佢病一輪，過兩日人哋都好咯，咁你仲留喺醫院都冇用啦，嚇咁咧基本上就係咁啊。但係而家一個月嚟啊 ，Omicron 死咗6件老嘢咯，过去一个星期3件，之前早几日先讲完，应该是再之前的事，6件，即是这条数怎么计啊？
系，仲要气泡逼到老嘢打针，系，所有数据显示，琴日我都讲过啦，所有数据显示打咗针嗰啲仲衰啲，个咁，即系你睇到啲数据，打针嘅轻轻多过，即系中招，然后中招里边有病状嘅人打针，冇病征嘅人，即系检测到系，但系冇病征嘅，冇打针嘅有三成，即系咩咧？即好似我咁，我中咗，话我身体好喎，根本都病发唔到出嚟，但系中咗啦嘛，所以就检测就系发觉阳性，吓、啊，原来中咗啊，未有病喎，咁可能过两日冇病，咁就完噶咯。但系咧，一中咗跟住有病征啊，跟住流鼻水啊，激瓜打咗针嗰啲人，嗰啲系一成半有事啊，15% 啊，冇打针反而有三成系冇病征，即系嗰啲个病征出现得快啊，咁你明咯，都话咯。呢只病毒就是針對呢啲打咗針嘅，咁你仲係咁加人打針，係香港嗰啲醫療嘅人係咁，台灣嗰啲又係咁，咁你點解釋呢個數據俾我聽咧？冇嘅喎，其實佢硬係話啊，重症死人少啲啊，咁重症點死人點樣少啲？你俾多啲詳細資料我哋，係咪幾多歲？話呢啲全部要知噶嘛，係咪？同埋佢係咪在在職人口？呢啲全部要知噶嘛。因为你唔系在职人口，我喺老人院里面，我边有机会中招啫？低咗 N 咁多噶嘛？系啊，佢一中招都死啊，但系佢根本冇机会中招啊嘛。日日周街走嗰啲机会高啊嘛，但系佢又死亡率又低喎。咁你啲资料公开晒，咁我中意打，中意唔打，打咗有得食饭啊，同阿仔啊、阿孙啊食饭啊，啲仔阿孙叫你打，啊佢哋唔听你讲啊，你只听个姑娘讲啦，姑娘猛咁叫你打，你自己决定啊，系咪先？咁你系决定咯，系咪讲啦？系咪？呃鸠啲老嘢决定，自己决定可以唔使你家属反对，唔需要家属反对，家属可以唔冇得反对，但系可以接佢走啊嘛！大家要明呢样嘢啊，你个权利咧，我接佢走，我唔捻俾你管，即系唔捻帮衬你呢间老人院，你唔通知我，唔由我去决定，你走去游说佢打咗针咧，我就一定炒鸠你。你俾作你都系啦，第日整死咗老嘢点啊？即系佢完全唔尊重。个老嘢同佢家人一个共同嘅权利嚟噶嘛？佢净系话个老嘢，咁个老嘢佢可以控制啊嘛？佢日日对住我就得噶啦。咁佢一话好啊，咁你咪督佢咯，叫我又得啦，可能有奖金都唔定，即系咁讲啫。你谂下，如果佢系政策，政府政策逼到啲老人院，老人院又唔诶、哎，政府可能有你知啦，啲老人院半流嚟嗰啲，政府又拨钱噶嘛？喂！撥錢的政務官成日嚟施加壓力，你呢間老人院唔打嘅，你係咪好多黃絲喺度做嘢？你快啲炒鳩咗啲黃絲，請翻啲男嘅，睡啲阿婆阿伯打針啦咁。可能有啲咁嘢噶嘛？咩時代啫？呢個百分之話政治化嘅時代，咁啊政治化冇計啊！我哋都避唔到啊，但係你自己可以避到嘅，你咪自己避咯。咁你成個疫情，你依家睇啦，我同你打寫包單都得。过咗个冬奥呢阵咁啊，里边都系要坚持清零，但系佢就好似香港再松一啲，咁香港嗰阵一定比佢仲松一啲，咁即系咧真系有事啦，咁咧就嗰区就要强检，有事咧就隔开，然后就分分钟医院都唔使去啦，戴手扣匿喺屋企，佢反正有健康码，警告你唔准出街，或者将你嘅健康码转咗红色，咁咧你落街都。一拉到你即刻罚款，咁啲人啊街都唔出，一样做到防疫措施啊嘛。但系佢一定要迟过西方，点解咧？佢打针冇人多嘛，即系科兴啊，冇西方，亦都冇咁有效啊嘛。而且咯，迟啲永远着数，我哋系着数咗。点解咧？佢爆紧啊，爆到乱晒龙啊，然后有一个空少中招嘅飞嚟香港，咁个空少咧 happen 佢仲系传播力强啊，其他嗰啲一个半个传播力又低。咁咪爆唔起咯！香港其實而家香港40-50單、100單，我哋最多嘅時候107單噶嘛。前年12月嘅時候，即係第三波、第二波、第三波，即係停咗泳池嗰次。咁每一次爆都係一個更弱嘅病毒啊嘛。跟住嗰個就40-50人啦。咁而家40-50，我哋當係爆疫噶，其實可以唔係。好啦，做咗啦。咁我哋嘅好代價就係咩咧？佢真係到我哋。完啦呢样嘢，咁嗰啲病毒嘅强度都系弱嘅，咁嗰阵时更有条件话与病毒并存，咁嗰阵放就顺理成章啦，一定唔会等到零，
系咪等唔到啊？咁分别系点咧？我哋人哋可能三月已经冇晒啦，我哋系六月先啦。大约系咁啦。咁大家如果系坚持唔打咧，我谂住最多就坚持到六月。咁之后可能有啲 Omicron 疫苗啊，咁大家明啦。到时中意就打，唔中意好似我咁死都唔打噶啦，系咪？咁各色其色咯。去到尾最紧要都系你有得拣啫嘛，系咪先？好，今日讲住咁多先，吓当讲完啦，好唔好啊？